很高兴 Kiss Harry 在历史博物馆展出，今天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，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些创意的想法，尤其在现在这个这么复杂的社会，让我们有一个把我们自己的一个纯真能够展现出来，那是非常有价值的。